下班之后感觉特累，头嗡嗡的，之前大便干燥流血，口干口渴，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？一下班之后是感觉累乏，阴血亏虚，这个人呢工作之后劳累，这是一种虚症的表现，然后大便干结，阴血亏虚，阴血不足的表现。这种情况呢给两个小药吃一吃，只要没有脾胃虚寒的话，就可以用生地15克，麦冬10克，当归10克，滋阴养血。生地补肝肾之阴，麦冬补肺胃之阴，当归是养血活血。这么一来的话呢，是针对于这个人阴血不足，劳累后疲乏无力，又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。